相遇。一曲红尘唱不尽情意，万千柔情都只为你。今生与你用真情修行，只盼来世能把前缘续。时间空间都不是距离，相爱的人会心有灵犀。今生我爱你，来世我等你，只愿每个轮回都能遇见你。走过奈何桥，刻下梦破涛，心中依然刻着你印记。今生我爱你，来世我等你，只愿生生世世与你不相离。陪岁月静好，看地久天长，与你共赴永世的约定。开嘛开嘛！2017三月十号，嘉义县政府登山社来到三里枕头山，赞哦！这是我爬过最硬的一个枕头山哦，睡觉是不会倒的哦，爱背哦。OK， 赞啊！今嘛来个对啊！金桃山，金桃山，你们看，2017年，12月12日，十日，12月10日，这是我爬过最困难的枕头山，这困哦是袂到的金桃山哦，爱爬哦，爱爬啊，爱老关，来叫师母跟老师，好呢，啊，现在要去哪里？要来流溪吃中岛哈 ，OK。后面是什么山？剑桃山。可能是拢无啥拢学做歹，你做唔可能是死人，动态安尼啦。现在来到哪里了？地狱寺。黑粉丝哦，水不？水。赞哦。哦，会唱一个 ，OK， 开嘛开嘛，碧云寺那位金头山，赞哦，拄食饱尔，拢无气力啦，风景有水无？动态动态动态，安来安来，为家选择就好啊，来个对。香露古道，有赞无？赞。哦，我
OK， 好。这里的风景如何？赞！赞哦！赞哦！对呀！赞哦！OK， 对，那哪天去？12月10号，我们现在来到红叶公园。红叶公园，这里的风景不错哦。好多人在录影。风景美，人漂亮，赞呐、啊、！OK。咱爬山来吃板金鸡啦。是啊。好吃不？赞哦！现场啊，现场采购，现场采购，金鸡啦！赞的哦，啊，这个车，这个角度来翕，较有一点啊清楚。金桔柠檬现场采购，一粒一元，一颗一元哦。哎，我跟你讲的啦。赞哦！这还不错啊，蛮熟的。